真正就各自一支大文化，经过可能是八千人左右，应该是国内最大的一支吧。一开始做这些的话是出于个人爱好嘛，后来因为我做的比较好，开始有人向我定制，然后我的收入慢慢比工资高了，就拿这个作为工作。我现在月收入可能是15000到20000左右吧。